来，到了，来，请进。嗨，这儿呢，就是我女朋友家。今天呢，她过生日，我准备给她个惊喜，向她求婚。你们看看，给我简单布置一下。大哥啊，放心吧，既然你选择了我们眉飞色舞活动策划公司啊，你就放心。我们这事肯定给你办得妥妥的。哎呀，老好了，我呢要求不高啊，就想那种能跳能唱的那种气氛燥起来，燥起来。对，能跳能唱啊，对对对对，来展示。哎呀，哈、啊，哎呀，不是那个，这个呢是行啊，但是感觉是个人展示，有没有那种团队的？必须有啊，音乐起。哎呀，不是，来一会儿，不是，不是，哎，兄弟，不是，哎，哎，不是，哎，停，气氛是燥了，但感觉怎么这么乱套呢？你们就太表面了，有没有走点新的，走新的那种？有，音乐起。不是，停！别哭了，来，兄弟，你先起来啊！我呢是求婚，不是丧偶，我还是要前面气氛燥的那个吧，行不行？要燥那个啊！这么的，我先说一下计划。一会儿啊，你们布置完屋，你们就钻里屋去。只要听到分手俩字，啪嚓穿出来。分手俩字，啪嚓穿。等会儿啊，大哥，你这求婚整分手不好啊？我后面还有一句话啊，我不想当你的男朋友，我要做你的丈夫。哎呀，这是高手啊！高手，这样吗？哎，太乱套了。行啊，就这样啊。这么的啊，我女朋友马上就下班了，我呢上六贵府去取钻戒去。哎，你们布置完了，听到分手，啪嚓冲出来，干就完了，加油，努力。哎，你们是最棒的。布置，快点。哎，喂，李雪啊，我是你物业管家张哥，你家漏水了，把楼下都淹成河了，啥？你没在家，等你回来，楼下都淹没脖了都。给我个临时密码。行，你说，说。好嘞，开了啊，好。哎呀，漏水，卫生间。哎呀。喂，老伴儿，到闺女家门口。哎，你说他处个对象，一直不让咱俩看，今天他过生日啊。我倒要看他对象长啥样，说谁欠呢？我不就是好奇吗？哎呀，行了，回家我再告诉你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。哎呀妈，这给我吃的，哦，哎呀，哎，妈呀，我看见了！你好啊，小伙子。停。这不是李雪家吗？你谁呀？别紧张，我李雪她妈。阿姨好。刚洗完澡啊？对，不是，那啥，卫生间漏水了，我刚把水龙头给拧上。还挺能干。生活所迫呀，啥都得会点。对了，阿姨，那个我忘了自我介绍了，我是……不用说，李雪啊，我提过你。不是。还想您提过我、啊、提过，这孩子一个人在外面一直都是你照顾，夸你啊特别能干。那他说这话一点没毛病 就这房子不是今天漏水就是明天短路，那我一天我都闲不着啊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孩子就是欠锻炼，下次遇到这事儿别管他，让他自己来。哎，阿姨啊，那啥事都让他自己干，要我干啥呀？哎呀，还挺有责任心哈、啊！那是，我们家李雪遇到你啊，就是她的福气。哎呀，那不光李雪呀、啊，
这一栋楼还有仨呢，我都这么照顾过来的。啥？啊？这个李雪还有仨呢？对呀。小伙子，这样做有点不对吧？阿姨，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了吧？那你闺女是人，别人家闺女都不是人了，那我不但得照顾，还得照顾好啊！我这一碗水我得端平喽。那你这样，李雪她知道吗？那还知道吗？她肯定知道啊！她不但知道，她跟那仨人啊处的那个一家人似的。我不想拉倒了。这现在年轻人都这样吗？不是，阿姨。我不年轻了，老大不小了。你多大呀？38。38了啊，比我家李雪大一轮呢。不是，我感觉你这么嫌弃我呢。哎，我没那意思，我就是怕呀，有一天你撑不住了，比我家李雪先走了。那可不一定啊，阿姨，有可能李雪走在我前头呢。说啥呢？说啥呢？不是，阿姨，你别着急啊，我说这话没毛病。李雪呢，她不可能一辈子就在这儿，但是我一定坚守在这里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说了，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。我要知道这样，我早就来了。认识多长时间了？两年了。啊，那你有车吗？有啊，三轮车。三轮车呀？啊，这大冬天开出去，那不得冻硬了呀？哎妈，阿姨呀，你以为我傻呀？我在三轮车里，我安个小炉子就行了，那挺暖和的。这都是啥条件呢？啊，那有房吗？啊，以前有3间房。那后来呢？给前妻了。你都离过婚呐？不是，阿姨，我离过婚，你咋比我妈还激动呢？哎呀妈，那你都离过婚，我家李雪都没结过婚。哎妈呀，阿姨，你要是这么羡慕，你让她结完就离。你说啥呢？不是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小伙子，我忍你半天了啊！你要是这样，我肯定不能同意你俩，马上跟我分手。分手？哥，这不是刚才那人啊！上早了，撤。刚才过去的那个是什么玩意儿？阿姨，你家不干净啊！我先走了。不行，不是，你这太吓人了。这孩子啊，今天和李雪必须有个了断。不是，要不然我告诉你，我可……你指定是误会了。哎呀，你谁呀？你咋有闺女家密码呢？啊，哎呀，你就是阿姨吧？哎呀，初次见面挺冒昧的。我先做些自我介绍，我呢叫欧阳，是李雪的男朋友。又一个男朋友啊！来，这儿还有一个呢。来，不是你什么玩意儿？你谁呀？你咋进来的？那什么，大哥，其实啊是李雪给的我密码，然后呢我然后洗澡完了等李雪回来吗？洗澡？嗯，不是什么玩意儿？你俩什么关系啊？我跟李雪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他给你家里密码干啥？那个，其实我俩有那么一点关系，这不还是有关系吗？我就是他的管家，家都管上了，还在这说没关系呢？还不是，那我以后不管了行吗？以后你还想以后呢？我现在我就不管了，现在说不管就不管了？你俩咋听不懂人话呢？啊！来啊，我就问你最后一个问题。你洗完澡之后你想干啥？我洗完澡我还能干啥？啊，漂亮。来，我问你啊，你俩搁一块多长时间了？2年了。什么玩意儿？我才跟李雪1年半。我是破坏别人感情的人呗？好像是呢。来，你俩是怎么做到瞒我这么长时间的？我瞒你干嘛呀？我咋的都不背人了是不？是这个意思。我啥也没干啊。你还想干啥？上天哪，救救我吧。哎呀哎呀，你说你这满脸大褶子，我就纳闷了啊，李雪怎么能看得上你？有车吗？一个三驴棒子。有房吗？3间大瓦房。有我年轻吗？38了，好像比你岁数大呢。那到底啥比我强啊？他有过家还离过婚呢。我万万没想到啊，李雪竟然好这口啊。
我也没想到啊，我姑娘眼光这么差呢。我也没想到你俩这么听不懂人话呀。我还是啥婚呢，我走。哎，孩子别走，放心大姨啊，肯定不能同意他俩。阿姨你别说了，我本来想向他求婚的，求啥婚呢，分手分手。不对不对，不是不是，哎，错了，拿走，把花拿走了。音乐停。这什么玩意儿啊，这是啊。对，孩子，这三个人是你带来的？我雇来的，想给他个惊喜，向他求婚，还求啥呀？这情况不是，大兄弟，你该求你就求，别耽误你大事儿啊。咋的？咱哥仨在一块儿过呗。你俩过呗，你非带我干啥呀？你这还准备来洗澡是不是？你今天看我不怎么揍你了。哎，孩子，孩子，肯定是误会。呸！咋的了？这是干啥呢？李雪啊，你可回来了啊！你妈跟你男朋友太埋汰了。啊，这个是物业的张大哥。行了，别说了，闺女，你告诉妈，你图他啥？图他离过婚还是永过家？妈，你说啥呢呀？那个才是我男朋友。现在不是了啊。你啥意思啊？我要跟你分手。OK, ladies and gentlemen, 跪下，谢谢。那个大兄弟，大兄弟，你先别太激动啊。怪谁？谁能不激动啊？你想好了是吧？想得非常清楚。好，分手就分手。先生们，女士们，滚滚滚滚滚！行了，我看明白了啊，今天我压根儿我就不该来。你什么时候你该来？赶紧说清楚。别吵，别吵。来，李雪，咱俩呢把今天这事儿咱俩从头捋一下。行。今天我是不是给你打电话说你家漏水把楼下给淹了？对呀，我说我没下班呢。然后你咋说的？我说我给你个临时密码，你自己进来看。爱谁看谁看，让他游泳去吧。哎，张哥，张哥，哎呀，你说你干的这是啥事啊？你俩啊，张哥是物业的管家，我家漏水了，来看一眼。哈，误会呀。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这一进来看他披个浴巾。我以为你俩住在一起了呢。你俩合计啥呢？这是不是他一说他洗完澡后面的我都不敢合计了。我都你现在明白了？雪儿，我错了。晚了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你啊，刚才不是误会吗？闺女闺女闺女，别生气，都赖妈，都是妈的错。他呀还给你准备一份惊喜呢。妈啊，惊喜在哪儿呢？他惊喜啊，对，李雪儿，嗯，跟你相处这一年半，我想很认真的对你说一句话。你想说什么？我们分手吧。你说什么？我们分手吧。出不出去啊？等会儿，出去得了。我们分手吧。好，分就分。不是，不用出去了，他俩分了。啊。不是。什么玩意儿分了呀？伤人呀！来了！这还一块儿？这还我去！哎呦，这还李雪，我不想做你的男朋友，我要做你的丈夫。呸！我特别喜欢你，我选择了六贵福钻戒。一生一世永不变，对，嫁给我，好吗？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。停，我等人回信呢。李雪，嫁给我，好吗？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。停，就给我五秒钟行不行？雪儿，嫁给我好吗？好，嫁给他，嗨，哎呀。哎呀！万一我爸不同意呢？他敢不同意？他要不同意啊？
我就跟他分手。分手？站！站！哎，等人呢，站人！哎，来人！喜欢吗？刚刚那个作品？